爆源头远在千里，但你我已经难以置身事外。风沙进来以后呢，就会把这个壁画，你看，一点点抛射，这块呢就非常的淡，就把这磨蚀掉了。到了现在呢，一滴水都没有了，全部干涸了。这地方就是，晴天一声土，是雨天一声泥。大自然生气了，怒吼了，反扑了。本集彩绘人文地图将带您深入了解半世纪以来人类与沙暴搏斗的艰辛，以及该如何面对这步步紧逼、威胁人类生存的沙河流。漫天飞沙弥漫在中国新疆南部，空中刮起黑灰色的沙尘暴，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北京今天上午出现了沙尘天气，湿气下来。首都北京昨夜今晨风沙大作，天色晕黄，遭遇了强伏的沉滩天气。沙尘暴来袭，21号傍晚，南台湾天空一片雾茫茫，连眼睛都得眯着看前方。2010年3月，最强大的沙尘暴席卷了亚洲，从新疆、内蒙、北京、日本、韩国，再到台湾，东亚各国度过了一个杀气腾腾的春天，没有一个地区逃过这波黄色警戒。每年春季，这些身处中国内陆的沙源地，在强大上升气流的加持下，一粒微乎其微的沙尘可以轻易地飞越高空，毫无阻碍地一路挺进，漂浮到千里之外。这也是影响全球的另一种中国效应。这是美国宇航局 NASA 3月22号从卫星上拍下的沙尘暴空照图。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雪白色的部分是卷起沙尘的低压云系，而正下方的浅米黄色就是正在往南移动的沙尘暴。它的外围结构雄厚扎实，果然非同小可。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40万平方公里，是台湾的10倍大，也是全球仅次于撒哈拉的第二大沙漠。在这片死亡之海里，年平均降雨量不超过100毫米，雨水往往落不到地下就人间蒸发了。多数植物难以生存，只有抗旱性强的胡杨树才能在这不毛之地立足。相较于胡杨树的千年屹立，自认为可以人定胜天的人类，面对大自然的力量，恐怕不能不自叹弗如。这段画面清楚地说明了沙尘暴的威力。记者在漫天黄沙中想说话都极度困难，风吹沙起，只身无力招架，而疾驶而过的车子也难以抵挡如雪般飞来的落沙。但当地人却说，这还只是小阵风引起的小沙暴而已。已经是中国第一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并没有就此打住它任性的沙气，每年依旧以惊人的速度向南推移。1950年代，塔克拉玛干沙漠大约37万平方公里，到了1980年代，面积增加到40万平方公里，而现在已经超过了43万平方公里，每年以168平方公里的速度不断向外扩张。人不管走到哪里，看到的永远是沙丘连着沙丘，无边无际。
53岁的焦远德和妻子担任新疆沙漠公路上的守警人已经6年了，2000多个黑夜与白昼，天天和这片沙漠为伍，煎熬的不光是气候的考验，还有挣扎在内心的孤寂。摘了树啊，啥子他都不能到处跑了吧？这工作辛不辛苦啊？啊，累得辛苦啊！风沙，风沙也大，也寂寞嘛。可别以为这工作只是种种树、浇浇水而已，他们两人肩负着这条沙漠公路的存亡重担。这一条怎么了？这个它长在里头了。哦。长在它根里头了。哦，根埋进去了。哦，根埋进去了。为什么要这样子摆呢？冷它。它沙子埋了，水拱埋深了，连提不起来。这是让它水直接滴到那个。我没有。直接滴到那个窝边，滴到树枝里边。啊，我那。长达522公里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目前世界上在流动沙漠中修建的最长公路，顺着沙丘高低错落，路面最大起伏可以达到25米。当地政府在沙漠公路两旁每隔几公尺就设置一处这种水井房，派遣专人驻守，天天植树铲沙，以确保这条重要的公路要道，也形成沙漠里独特的绿色长廊。然而公路可以靠人工保护，但维系生命的河流却在干旱与沙尘暴步步紧逼之下残喘着最后一丝气息。塔里木河是中国大陆最长的内陆河，不过河的下游已经连续30年来发生多次断流，冰川退缩，雪水变少，气候暖化，让塔里木河没了水，多了沙，多处河段几乎一滴水都没有，情况好点的也只剩下一湾浅滩，和往日情景大相径庭，不复当年。那个时候嘛，水多得很，水多得很嘛，我们得花钱，那个花钱就给它放到。现在水没有了，干干的。先划船划几天啊？一天多。一天多。一天多，12公里嘛，一天多。现在几分钟就到了，现在。有鱼吗？没有。就是那个湖嘛，现在快干了，干了就那个干了时间长了就这个水嘛现在，咸得很。鱼嘛都已经死掉了，就是没办法。从前要划船，现在走路就能过，小船无用武之地，也只能像这样被搁浅荒置在河道上。为了解决新疆干旱问题，最近大陆部分学者提出了一项非常庞大的抗旱计划，打算引泊入江，意思就是要把山东外海的海水引流到新疆内。这番海水吸掉的基本原理是以海水替代淡水，填充沙漠中的盆地，形成人造海，再利用人造海遏制沙尘暴，发展人造海养殖业、盐化产业，并且绿化周边，带动旅游观光等一连串的沙漠经济。海水吸调路线图是从渤海湾里提送海水到海拔1200公尺高的内蒙古东南部，再顺着东西向的地表洼槽流经燕山、英山、出狼山，再向西进入居延海，绕过马鬃山，最后抵达新疆。计划很美，愿景很宏大，不过整条输水线总长可能会超过2800公里远，金额高达上千亿人民币。海水会不会造成土地盐化等问题，都引发各界极多争议。
沙漠无情的咫尺进逼，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里也一直上演着人进沙退人退沙进的拉锯戏码。这是位在新疆和甘肃交界的雅丹地貌，它是沙尘暴向世人展现自然威力的万年印记，也是鬼斧神工的风蚀奇观。雅丹地貌它的形成呢，要经历从280万年开始。当时呢，它这是一片大的一片淡水湖泊，因为这叫运动，到73万年前到20万年前呢，这个整个这个河水是干涸，然后沉积湖底的沉积呢，它裸露出表面，然后再经过几万年的几百万年的风和水的这种侵蚀，最终就形成了这样的风蚀地貌。当大风呼啸而过，发出怒吼，宛如鬼哭狼嚎，也让雅丹多了个惊悚的外号，被外界称为魔鬼之城。魔鬼城夏季高温摄氏70度，酷热干旱又缺水，因此百里之内几乎杳无人迹，除了这个人。睡着了啊，你睡好了，人家下来进来参观一下你的鸡窝子。46岁的李向军住在地窝子里已经7年了，他迷恋上魔鬼城的荒凉，异想天开的想在这里发展观光产业，从此就成了魔鬼城里唯一的一户人家。地窝子是当年大陆知青到新疆建设兵团垦荒时遗留下来的临时住所。大漠里为抗风沙别无他法，只能因地制宜当起穴居人。把字面上天窗解开。嗯，哦，所以天那个上面开了一道光，对，这样就方便多了。这是水。灯可以靠自然光，但水呢？李向军费了9牛2虎之力挖了一座水窖。不过他可不能光盼着老天爷下雨，生活的必须用水得全靠自己打点。现在水怎么来呢？水从外边拉着运进来以后放在这里面，然后里面下面埋的管子就埋到房子里面了，房子里面就水龙头一开就可以流进去，自己就流进去了。所以是要拉水车啊，用水车拉到这儿来。看似方便的用水，代价可不低。李向军造水车从100公里外的玉门关送来，一趟就得花上500人民币，相当于一个月的月薪。这几年，他的观光梦与毕生积蓄，也几乎快和魔鬼城一同没入滚滚黄沙里。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原来青土湖，也就是青土湖它的过去名字呢叫竹叶泽，哎，是竹叶泽的最中心地段，哎，就是也就是说呢，这地方当时的这个水域呢是最深的。青土湖曾经是明行县境内最大的湖泊，但是降雨量锐减，水位急剧下降，在1957年后，青土湖完全干涸了，就此名存实亡。当时呢，我们的青土湖附近呢全部是水草丰美，野鸭成群，但是呢到了现在呢，一滴水都没有了，全部干涸了。盐碱地质让青土湖在秘境中透着耀眼的白皙光芒，但这种美丽却埋藏了无限哀愁。曾经在这座湖泊里，水天一色，碧波粼粼，到处有绽放的生命跳动，而今只剩下无边无际的苍茫。就你看，这些都这个多得很，个风化物，这多得很。这是小小的，小得很，就已经风化掉了。像这个都是贝壳，原本的贝壳，已经经过时间太长，已经风化成这种小片了。你看这地上这多得很啊，这些风刮过来，这小片
这白色的都是风化掉了的。是让人屏息的艺术结晶，敦煌莫高窟。西元336年开窟，1700多年来始终纠结在天灾人祸中，岌岌可危。那你说他在做什么？在修壁画，一种类型叫做奇甲，壁画奇甲，修奇甲的壁画。为什么会有奇甲这种现象发生？因为就是他那个表面。就是颜料层的表面，它就是离开了那个泥层，就卷起来了。还有这个有奇甲的，奇甲的。这是还没有修复？还没有修复，哎，这奇甲进起来了。这个地方就是苏简，刚才是拍的苏简，苏简你看就已经非常软了，这一碰就掉。苏简的原因就是盐分的作用，是盐分的作用，因为这个盐分在。地上里面很多的盐分呢，因为这个由于这湿度的变化，盐分就慢慢的往外运移以后，因为它有结晶，有溶解结晶，那就把这个地上就全部破坏了。石窟内抢救壁画。石窟外更要想办法抵挡破坏。莫高窟里有很多洞窟都像这样装上了铁门，但这不是为了防人，而是为了防沙。因为以前这没有门呢，没有门的风沙进来以后呢，就会把这个壁画你看一点点抛射，这块呢就非常的淡，就把这磨蚀掉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风沙。把沙子带到洞窟里头来，带到洞窟里来以后，因为下雨或者河水泛滥，把水分就沿着这个沙子呢就进入到洞窟里头，就是把盐分留下以后呢，对壁画造成这种破坏。这是1950年代战火刚结束后的莫高窟。风沙磨石以及人为的掠夺，让莫高窟伤痕累累，很多洞窟全被沙尘淹没，一天要动员好几台货车才能清光来自大漠里的滚滚黄沙。1980年代，为了中华文明遗迹，莫高窟开始与沙尘展开对战，启动一连串的抗沙工程。当地政府在莫高窟山顶上搭起第一道的防沙网，减少沙尘直接入侵。第二道在防沙网后方大量植树，做成长达1850公尺的防沙林。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关卡，在防沙林的背后又筑起麦草方格，增加阻力，让沙石不会轻易随风流动。那把这麦草呢，相当于这是麦草，啊。然后呢，我画成很细密的那个格，然后就铺上以后，它有专门的一个那个工具，然后呢，我就这么扎进去，对，扎进去，这么两边稍微就，哎，就相当于这个格，它就慢慢这边一件一条一条，扎进去就好，风吹以后它不会。不会的，因为是这边呢气候比较干燥，因为是麦草坑，它肯定会风化呀、腐朽啊，这肯定会有的，但降雨少的时候呢，它这个寿命会长一点，一般就是5到6年。一道道土法抗沙的策略，让这几年莫高窟内的风沙有效地减少了70%，攸关华夏文明的瑰宝才得以暂且避开被沙漠吞噬的迫切危机。泉是中国沙漠第一泉，因为湖水形似上弦月而得名。
2000多年来，虽然风沙肆虐，但月牙泉始终伫立。只是附近沙漠线逐步进逼，让千年不枯的月牙泉终究面临了消失危机。1970年代，月牙泉水深9公尺，占地22亩。不过现在，月牙泉水深不足3公尺，面积也锐减到只剩下了8亩，减少了4座篮球场大小的水域，沙漠美景岌岌可危。我家住在花土高坡，大奔松坡上跨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放牧被认为是造成沙漠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土地少了植被的保护，变得松软又脆弱，用脚随便一蹬就刷落崩塌。这地方就是晴天一身土，是雨天一身泥。在沙漠里，水比油还要来得更珍贵。不过大漠子民面对长期的缺水困境，却也都磨练出一番应变之道。接下来要干嘛？洗衣服，洗完来的水就要洗衣服了，不能浪费的。洗脸水的量只足够洗一件衣服，所以哪件衣服最脏才会最先拿出来洗。一般如果不是脏到不行，为了省水，天天都穿同一件衣裳。这水你要倒掉的吗？不倒，喂猪呢。一盆水用来擦脸、洗衣服、喂猪，这就是大漠旱地居民面对缺水时必要的省水手段。在我们惊讶一盆水的用途时，他们天天过的都是这样的日子。为了改善旱地居民的生活情况，慈济基金会从2005年开始就帮助援建水窖，在甘肃省境内建造了16000多眼的水窖，并且还协助特旱地区的平民迁村，希望能改善沙漠化对老百姓的生存威胁。沙尘暴的苦战在这片土地里已经上演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是沙漠总能在人力难以企及的地方虎视眈眈。大自然总有自己的方法，可以默默地告诉世人它的难以征服。